老外不认亚洲脸孔，日本、台湾傻傻分不清。在台湾，我去逛街，看到一个女生过去，找不到这个东西。对，请问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就是用那种的外国腔。这是你的新歌是不是？因为我也是刚从日本来的。你可以学我的讲话吗？你有讲话有那么好听吗？请注意，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1/2强。